马克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。咱三家来看，过两日耶稣搁离家别了，人听见伊伫厝内，就济济人聚集，去到无空地，连门口嘛无，伊就讲道理互因听。有带一个八岁的旧妇女，是四人跟伊来的，因为人多，话话讲话。就伫耶稣遐个所在，拆厝顶，予伊开空，就将变水个倒伫土仔开落入去。第五节，耶稣看见因个信，就甲变水个讲：“细囝，你个罪赦免啦。”有几耐个耶稣坐伫遐，心内议论讲。这个人怎样安尼讲啊？伊是欠款难上，除上帝以外，治罪会赦免罪啊！耶稣心内念念知，因有这号的议论，就甲因讲：恁啥事伫心内议论遮个啊？甲八岁个讲，你的罪赦啦，还是讲起来，拿你的簿来行？阿勒是行较紧，不过要互恁知，领主伫地面有权通下罪，就甲八岁个讲，我甲你讲，起来，拿你个簿仔，转去你个厝。伊就起来，伫众人面前，随时拿伊个簿仔出去，直到众人拢无影，归因跟上帝讲。阮将来袂歹看伊安尼生，但是经过一粒感到，而且桂永安牧师，你讲的是你安怎来见耶稣？